伙伴们，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迷你世界中的涂鸦守护者莱克。他在迷你世界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到处喷漆，你们看，把各种燃料留在了地上。有人说迷你世界中的莱克最喜欢的就是喷漆，伙伴们错错错，其实莱克一点也不喜欢喷漆。难道你们不好奇莱克最喜欢的是什么吗？众所周知，莱克在完成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把一罐黑色的喷漆放在了他的裤子里，你们看，他装了起来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伙伴们，我在游戏中找到了莱克的喷漆，你们看，它是一个黄色的喷漆罐，对吧？我们按一下上面的按钮，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图案，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可爱的米斯拉。我们把米斯拉喷在地上，米斯拉身上有好几种颜色，有白色的牙齿，有黑黑的眼睛，还有黄色的帽子和绿色的身体，并且在迷你世界中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图案，对吧？他们有熊孩子、米斯拉、兔美美，各种好看的图案。可是莱克并不喜欢他们，你们看，莱克在喷的时候喷的都是一些燃料，对吧？并没有喷出图案。并且在主页面还有一个证据，你们看，莱克的喷漆喷出来的并不是图案，对吧？而是两个红红的燃料，是两个燃料，对吧？他喷了出来。并且在游戏中，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的头发是红色的，他的衣服也是红色的。所以迷你世界中的莱克并不喜欢喷图案，他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迷你世界中的红色的燃料，你们知道了吧？